时间去做啊，有那种功力做啊。虽然咱有本分事，你逐工爱做，逐工做，逐工做，逐工反省家己，你家人咧对待时阵，你较有做无好诶所在，逐工反省，逐工反省，反省。而金柱性灵的感恩，吾日三省啊！啊，咱现在反省啥物？各位先生，咱现在反省啥物？看你家愿就伫啥物所在？十条内愿，咱伫平德伊就伫立嘛。你嘛听过前辈遮咧鼓励讲，十条内愿是菩萨愿。你只要十条内愿完全无违背，你做到啊！你绝对成道啊！各位先生，十条内愿你敢念袂出来？我们要歌词来吼，咱知就好啦。哦，我等下讲一个紧张的话，就出来啊。哦，开玩笑的啦吼，咱定定咧参悟办道，咱就知啦。自然自然，咱就自然。迄是咱的观念，过几年十条大愿，那是你立的观念。你袂使袂去执啊，爱做无？爱做啊，无做诶，反省、检讨、改进。重新再做，所以真有主曾子圣人，伊反省三件代志，啊，咱来反省嘞，我咱来反省呐。第一件，愿力有了，各位姐姐，这功课咱家己做啦，吼，我是提醒一下吼。所以过来，咱爱时时去学习吧，学而时习之。各位姐姐，你努力第一步在听，为虾米？你爱提升你的价值。你有你的想要做的代志，你有你的原因啊，你爱提升你的结果无？当然爱啊！无好会安怎？为什么要学？孔子他讲啊：“生而知之者上也，学而知之者次也。混而学之，又其次也。混而不学，名师下矣。”上重要是不要学啊！过几年，你若遇到困境，你无去学习，你无去突破，你永远袂进步。何下你教人电脑，何下当然鼓励人去学习嘛。电脑其实无啥，你电脑用嘛，你电脑甲用，你会学起来。有专门人要教，你付出时间有专门来教，你减啊学过。为虾米要学啊？何下去上课的人，拢是失业的。短期失业，长期失业，有人是长期失业哦，就是一直找无啥物好工作。哦，长期失业，伊咧二个时阵，伊去找他咯。第一，学历不好；第二个，没有专长；第三呢，为公司要求爱会晓用电脑，伊就袂晓啊，伊就袂晓。对，何况吼，以前吼。是读到工专啊，这个万能不厉害，迄、那个万能，唔是啦，是伊个字叫做万能哦。中立桃园中立的万能，伊咧，伊阵唔知咱个在先伫遐，伫遐做两单吼。二专哦，迄阵哦，伊火化迄个年代吼，二专算袂歹啊。所以火化火了了后，会使教电脑去做工程师，迄个问题。开始教电脑了后。教到我就无当官，要十当，无当以后吼，我嘛唔知啊。咱台湾的大学生愈来愈多啊，愈来愈多了，安怎？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变成后学的学历不够啊。学历不够，伊无法度甲你排入师资哦。咱咧上电脑课，伊也是甲进入标案。标案里面要名列你的课程计划，你的计划要写得清楚诶。上面课、上面课、上面课、上面课上几点钟？上面课上几点钟？这个课是倒一个老师上诶，这个课是倒一个老师上诶。这个老师伊是几岁人？伊的专长是啥物？伊的学历是啥物？有诶要写得清楚诶。有啥物？进步要审查，伊要审查啦，要比较啦。平平有三间咧竞争啊！伊爱看你诶计划是安怎，伊爱看你诶师资有够无啊？何怕迄阵敢二专诶学历啊？何怕家己无感觉，无去注意啊？这叫做啥？
小家己小孩子无伫这方面上较认真去看待的吼，所以无法有一段时间有几天的时间吼，因为学历不够，伊无法度甲我报备师资啊，所以无法的课足少的。头先我都唔知呢，头先我都唔知呢。啊，尾啊吼，想想的吼，啊无来读册好啊，迄是家己互我想着讲去读册。二专尔，无大学学士的学历啊。结果伊咧职训吼，我咧是上职训，职业训练的课，伊规定讲老师上就要大学毕业，最少大学毕业。刚开始无规定啊，工专就会使啊，尾啊是毋是资格提升？环境在变化，所以何况是迄几工有点困境啊。啊，过几年你也想啦，如果候选没有再去读书，提升自己的学历，何况真的无咧教电脑。啊，何况一直我想着咧，啊，来去教，教的时阵你去的时间投入伫学校内底啊，你上的课就较少啊。所以那几年哦，收入都很少啊，没什么收入啊。可是哈、哦，就是这句啊，混而不学啊，混而不学，名师为下矣啊。你工课你无特别使，啊，愈变嘞，因为你无提升你家己价值，心里愈变愈歹，一定是越来越差的啦。你到尾啊，就敢会当用劳力去找工课尔啦，除非你有足够的背景啊，就是你有身材足好个啦，哎，还不敢照顾。这个是其次哈，我讲是社会现在的状态，后学自己就遇到了，所以后学看到这个嘛，体悟深刻了，混而不学啊，过几年，咱拢知影人格会互咱生活遇到困难艰苦，当然绝对的啊，把人拄稳的，你拄着，那就是伊的因缘啊，伊的因缘，伊无做你件代志，伊无做你，伊无使。伊无你做迄个因啊，咱做了迄个因，你当然爱受迄个报啊。所以咱一世人，人生在世，你若拄着你的生活有啥物无好无好个所在啦吼，迄拢是因缘所致啊。你既然了解因果，各位困啊，咱是毋是具有因果困伫即个人世间？你若无伫即个环境之下。自我突破，名师为下也。你注定爱去四生六道轮回啦，性命嘛无法度啊，啊你都无来啊。所以性命甲咱讲的话吼，完全正确。你就是真正拄着困境啊。你拄着这个困境了后，你家己若无自觉、自悟啊，自己警惕自己，刺激自己，你怎么样改变啊？你吼名师为下。所以各位学而习之，咱希望提升咱家己个价值。哦，啊，各有孔子佫讲的哦，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为人做爱想，为人做爱想，可是他没有去学。后学以前有个同学，后学以前的同学，他说哦，他要学佛，他喜欢研究经典的知识啊。家己想啊，过一年，家己想安怎？除非你想入座吼，除非你想入座慧能大师，迄有使命来个，有人甲你点化吼，啊无你要想到出超生了世的道理，迄是偌困难的代志。所以学而不思则罔，你学一个物件，你若无好好用心去想，把伊融会贯通，何在啊？你还是学不会啦，换过来，为人。规天都要想东想西，想这想这想这，你的想法足多。问题是你无去学看别人怎个落实，你无学看你这讲的是正确的还是唔对的，那有效？无效啊！何况吼学粤语啊，我就是讲要学粤语啊，掏心中自学啊。啊，有时阵问的问题，迄个什么啊？越南道亲啊，那个给个帮忙去。啊，问题是你安尼好吼，你无够用心，无够认真啊！啊，越南道亲佫无啥要讲，为甚物？因无方法嘛，伊嘛毋知你要学啥，就甲你讲你问啥，就来讲一句。迄个吼，学过来，当无甚物好过。我啊，今年
去报一个什么台南大学，我昨下讲的我的粤语老师啊，粤语老师做厉害哦，伊读博士啊，这是我阿哥咧在那实习的，对啊，吼，伊十几年前啊，吼，伊讲2000几年啊，吼，伊来台湾做工作，伊伫越南读什么，伊伫越南读大学，来台湾做工作，做好了后。甲咱台湾人有些什么感情啊？有感情之后，他就怎样结婚了？伊结婚了啦吼，伊结婚了开始伫台湾读册咧，一个越南分到，咱讲分到其实我嘛在非洲分到嘛，伊伫咱台湾读册，伊本来有大学啊，咱台湾认同，所以伊硕士开始读，读了了后去读博士。今年拿到博士学位了，哦，博士呢？成功大学的博士呢？我刚刚讲了，真的。伊讲，我前几天咧上课，拜五我拜五上课嘛。伊刚讲啊，我特别讲问我清楚的，因为吼，咱江苏袂使我袂讲清楚，我特别讲问我清楚。伊讲有14天啊，硕士加博士有几当的时间去学？读了14年。14年，找戏单呢。14年，因为工作嘛，因为要顾经济，当然那段伊无多想专心伫去的那学业上，可是他永远没有放弃哦。你总然无放弃，你绝对有心靠有进度，你有进度了时机到，你就会自然达成啊。无简单，真正无简单啊。所以一进哦。我那粤语老师哦，伊是咱台湾，伊讲哦，伊讲政府有发一个证明给伊啊，跟讲叫什么啊？具有特殊专长的国外人士哦，我个专业我袂记啦，伊会当安怎样呢？伊会使杀身份证，咱台湾的身份证，不需要放弃越南的国籍啊，因为伊有特殊专长，哦，伊有特殊专长。伊讲全台湾几个五个尔，过来台湾的比较少哦，可是他是只有五个拿到这种证明哦，所以只能让双重国籍哦，咱台湾袂使双重国籍嘛，可是那种专长他允许的哦，所以各位，咱人哦爱随着咱的什么啊，对承担的配当，所以哦，学而时习自然就有动力啊哦，你下面变二。孔子伊家己讲啊，无终日，无常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无益，不如学也。伊刚无食饭，认真想道理啊，认真想道理啊，规暝拢无困啊，认真想道理啊，用来想以思啊，孔子家己讲的哦，以思哦，无益啊，一点帮助都没有，不如学啊，会。封不住，已经这厉害啦，伊嘛是要学啊。啊，其实咱想也知，伊是早起去倒位学啥物？学贵体性云，尧帝、舜帝、禹帝，因所留下来啥物啊？礼啦、乐啦，伊去学啊。伊有去拜访老祖无？嗯，有啊。诶，学着物件咧，学着搁较侪，学着搁较好个。啊，所以爱学无，爱学，咱人无学袂使哦。所以咱做一件爱学哦。所以刚刚做一个这边部分哦，做一个总结跟各位鼓励的。你有上一个二，第一步去扩大你学习的角度，你难以突破咱人生与修道的困境。那其实如此嘛，其实是如此哦。只依靠自己学习，只依靠自己思考，不学习会怎样？非常的不一样哦，真的是非常危险的、啊。那要学习什么？各位都知啊，咱爱有精力的，你爱有精力，用咱的德行啊。啊，什么叫做德？德是修德，咱主修来讲，德叫做你爱有美好的行为，叫做美德啊，它叫做美德。所以，咱会当伫经典看到种侪圣人文著伊的美德，你爱学习咧。那个叫做什么？那个叫自修啊，自修身，你在养美德啊。
你直直反倒来讲，你是什么？你爱做对众生有益处的所，但是，这句话讲很简单啊。过一下，问题是，你在跟人接受的时阵，你的心量够达到这句话啊？你是其他人在跟人讲一句话，你敢拿这句话对人有帮助？咱讲日常时的开讲，那是开讲。你敢有心想要去增加、提升、帮他解决问题，够人帮助啊？你若是规天到晚所讲的话，拢对人无帮助，啊，你讲的话拢无意义，是袂？没有意义啊，真正没有意义哦。所以这是简单理解来讲，咱规天到晚在做啥物？所以我开始开始反省啊。我伫疫情的时阵开始吼，啥物代志拢变啊！因为你家人的接触是拢无共啊，啊你活动吼，有开放无开放，有开放限制，旧年嘛限制嘛，旧年有限制一段时间嘛，啊咱今年阁限制一段时间嘛。伫咱咧过年当天，我感觉家己松懈了啦，所以吼，咱家己咧反省，所以太难受，所以咱会想着讲，哇，我这两冬来吼。我根本没有做一些对人家有益的事啊，安尼够有得啊？没有嘞，欢乐啊，所以我怕你做欢乐的啦。所以咱来尽力吼，来用咱的德行来吼。所以公务这番公会是个什么所在？哦，啊，不过这间这种观念咱是看会着啦吼。来，这是积极的吼。所以咱学习的太多啦吼，环境过一阵，你才会知。咱就是要尽力啦吼。那好像太多，伫咱《论语》第一章要讲过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这是一部功夫啊。过一下，这个是一个功夫，后者不是随便讲。这句话足简单，这个道理大家拢知哦。嗯。那唔过各位，因为你怎么了？你要不要去做？你要不要去做？你说经典很难背啊。咱这个经是要读经考试啊！你讲经典怎爱背啊？过一年我有一个经验，你只要你五经吼，逐天甲念一遍，每天跟他念一遍吼，你就会背了。一遍就好，一遍就好。你爱逐天看讲，你唔通讲吼，我今日较硬吼，我甲读十遍，我甲。未来十天的文读的吼，我未来十天拢无读，千万唔是安尼，我意思是安尼，咱的功夫叫做啥？学而时习之。这个学而时习之，为虾米我发觉讲是一部功夫呢？因为伊是已经六十四卦有一个卦叫做横卦，叫做横卦，横卦是恒心的横。横卦是恒心的嘛，伊甲你讲，你要成就一件代志，你要有恒心。道理足简单啊，问题是你做困难啊。你要成全这个恒心啊，我讲的，你要成全一个人，对无求道到求道，对求道到愿意修道，伊愿意来学堂，愿意有几日间做咱道场的人才，愿意请教授师，愿意去大忏悔，愿意去啥？七分钟度人，什么人在伊管理做，这敢是一工做会到的？敢是你甲讲一句话，讲我恁这个道理，讲一点这个道理，伊就有法度达成吗？无啊，伊可能在五单、十单、十五单、十单，是起来三百单以上。所以你要有信心无？哎，你要很有信心啊！有一件代志，各位真认真，逐工在做嘞。你若逐工无做吼，你活袂遮大，啥物代志啊？你逐工拢食饭啊？到无人，囡仔若无食饭，敢会大汉？袂啦，过一年，我们都很有恒心哦，我们很有恒心，每天吃三餐哦。实在够难补的，咱长不来的这一搞，我怕半开玩笑，但是这个也是真理。为什么？我们确实每天都吃饭喝水，有工作有睡觉啊。咱人这个身体太顺着，迄个你肯定把它形容起来啊。
还在干什么？那所以哈，物件的台东，就是学而时习之啊。其他哦，过一阵咱有机会去研究了哈。所以啦哈，好啊，爱用这个物件哈，甲咱过一阵，因为时间哦，差不多要到啊。我好有通歌啦，我好有一个毛病哦，就是上啰嗦，这无我家己毛病啊。所以哈、哦，我们这次准备的资料是有点多哦，我要跟大家做点缓和，过一点点，比爱为咱自己计划，你要立下一个计划，不管你们做啥，不要违背天理，你们做啥拢会使。当然，我也是鼓励咱伫信仰爱有成就，爱有担当，圣业我们要成长。也要有担当，因为圣业，我甲你算清楚个，对不？你去外口做工过，咱讲趁钱嘛，你伫有当内底了外口咧趁钱个，反正转来省钱个，咱做欢喜省钱就对个。所以过一阵个，你爱有一个计划性，你伫咱收办桌个路程，你够有法度长长久久。第一。你爱为咱家己画出咱一世人修道办道的蓝图，这个叫生涯。咱讲的生涯是咱反教的讲的，我做人生生涯规划，我受学习生涯，什么叫学习生涯？我要先读国小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，然后我要去外读研究所，读研究所了后，我要去考什么读博士。他主要构建博士后，这个是学习生涯的规划。我那个粤语老师，伊讲伊吼，我阿妈真正佩服个。伊讲吼，伊毕业啊，博士三年嘛，博士的学位三年当然就毕业啦。啊，佫起哩嘞，伊下个红包项目啦吼，伊顶块无物件，他已经没有东西了。所以伊讲伊要学啥物，敢知？吼、哦，我要去学啥物语言，伊要学啥物？所以伊讲伊真咧想讲伊会，搁哪要学啥？真只有真正个啦，是讲伊真正咧学各项东西啊，啊伊有排呢，伊学物件认真投入，所以学物件拢会成就。啊，所以各位，你有计划无？咱来学堂，听着你学习，啊，毋过我有讲过啊。掏心掏心掏心，我阿就讲过啊。咱修道的目标是啥物？成佛啦！你敢有为你成佛这条路画出你的蓝图啊？过一日敢有啊？若无，咱互相勉励，因为我嘛在咧画，我嘛在咧画。哦，我要过一过只出去跟我开讲。那是候选的蓝图其中一项，有好做无？也不算好做，因为那不是一天就解决了，那不是一天出去一遍就解决了，那个不是十年、二十年会有成就的，因为他们达到好好的目标啊。但是那个规划在候选蓝图里面，所以咱得了来得，咱拢按照多的，所以你看伊个咱才有情靠，咱做侪拢大同情靠嘛吼。哦，我见哦。我怕假设咱台湾拢请靠了，咱请靠一张票，顶关有啥物关？第一，啥物？社会等待时就可以哦，才是。第二，大人。第三啊？社会等待。第三个是什么？社会等待。社会等待。社会等待。啥物？开放。开放，开放。这个叫做蓝图啊，所以其实咱得着大的发挥上好啊。为什么要做四项？各位你敢知？第一，我予你来做人才，你要怎了完啊？啊，你无了完，你哪有功德啊？你无功德，过去的业、人啊、你的业，你变安怎个抵消啊？所以你我做人才，会使啊。第二，你要想。咱若无学着施舍的心，你没有舍就不会有得啊。
会觉得你听过这个当初拢讲啊，没有舍怎么会得啊？你无提升，你无提升，你进的你进的一波福报，你无提升，你进的享受，你敏感的我等于天顶安稳的坐伫莲台顶观，爱想，当然有钱上好做啊。过一年，咱台湾人做爱还钱嘞，我毋是在讲真正个，哦，我们台湾人啊、哦，喜欢布施，喜欢财施，世界有名的啦。过一年，意大利的啥物神父来台湾，因五年意大利是毋是疫情很严重，无一礼拜啊，咱台湾讲偌济啊，毋知几亿呢，一亿啊，两亿呢，好惊一个。唔能够管啊，无需要遐多。这个人吼、哦，伊嘛是老实啦，上多伊应付袂来，参加科学，伊讲你关起哦，其他啦，拢关起哦，其他啦。哦，所以各位姐姐，你爱为你的啥物，人生画出你的小半道的蓝图，绝对爱做。安尼你的人生袂迷惘，你的修班的风。目标会更加明显，你袂因为任何的困难困境，互你的什么啊修办都失去方向，互你惊唔到。所以你绝对爱回传，回传了后，你要立下功课。过一年，咱人袂使刚无修得。我们既然刚到场，你既然挂一个修道人的名字，尤其是你是。白羊天使，你修得了，你爱办得；你未使一工无修得，你未使一工无办得。大家拢爱修，大家拢爱办，免怎做，想办法啦。所以你要为自己立下功课。你若想要多人，你想要成全人，我就举例啦吼。啊，无你一工甲拣一个你的食材啦，甲问好啊，你敢是咧办得？办到的前部准备动作，那就是准备动作。你先甲人保持一个善因缘啊，唔能够完全无联络啊。你着一个经济的啊，过阵你有一百个朋友吼，你着三个月有一个。问题是吼，安尼靠你联络啊。啊，无过时哦，你也想啊，我发家己嘛咧反省啊，我发脸书哦，你咧用脸书哦，喂，就不会再看到，他你一开始玩的人说哈，其实我阿妈是教育的，他们跟进也会跟他跟越南道亲结缘哈。越南道亲或者越南道亲公民，他觉得有赖啊。那我阿姐讲哦，你看这有赖，我有生命啊，你讲有脸书啊，我阿就开始，把旧的账号都并出来哦，我那有脸书啊。对对对，脸书宾馆的朋友不能发的啊，我以前是咧耍游戏，脸书里换一个有几个。千几个，千几个朋友呢？不管是网友还是真正你熟悉啊，到你讲问吼，无啊，真正无啦，袂啦，不然咱拢无联络啦。啊，对，你也想啦，你若有一工都有想着，哎呦，会使无？我爱躲人啊，结果你的朋友拢无咧讲联络，我安尼要躲上啊？你看讲话拢，伊拢会想讲这啦，我这久无联络，冇在找我，我想气吧。保持联络，所以我还是第一个的呀。你要为自己立下功课，每天修怎么修，每天办怎么办，一点点都没有关系。赶快下着咱这个红啊，刚才是很乖的红啊。下着咱已经一句话，各位听我讲话，君子自强不息的。精进，搁精进，精进，搁精进啊！精进不是一群做做做，是有计划、有步骤、循序渐进，每天不停。你一天做一点啊，一天做一点啊，大家快做，一定要每天都做。唔通半工，你今日就做完。好话讲啊，不是你的工课哦，头家交代你去做哦。道场有咧办代志，迄有时间是去遐去做。我是讲咱。咱的计划啦，有时阵迄个代志都毋是你一工两工做得到的。后续是提醒我们，咱大家互相勉励，你要有那个恒心呐、啊，
越来越年轻哦。第三，你要依照蓝图建立阶段的目标，你才有每天精进的力量。所以我就想说，我要开始安尼做，我未开始做，啊，不过我突然想到，我啊嘛未晓投篮，我真正未晓投篮，我啊追求到到尽吼，投无几个啦，我嘛咧关心这件代志啦。啊，尽人太多，我头拢讲过啊，我啊这个人都避暑的，我慢慢拢讲我都避暑的。那是咱的本性吼，咱对自然到尽人咧，啊尽嘛，咱改变人问题是嘛，无改变太多，所以我啊真正内向的。是要调整咱家己吼，啊，毋过朋友伊就无联络。伊要甲讲道理，伊要来求得，都一蛮困难。所以，互我爱做计划，真正爱定期来联络啊。问候请安嘛好，伊是嘛才讲求得个。问候请安嘛好，就是维持迄个联络啊。我就开始变做做，然后咧，人太多，还要紧，要紧。多人有多人的攻击，劝化有劝化的空间，你只要开嘴邀请别人来求道，不管伊要来不来，你都有一条功德，叫什么？劝化有功。这是我讲的，这是范讲师。以及那天，你有这么一个讲的哦，真正办的功德榜，今晚的下功过一段，再来第四哦，第四有助于办到了所有能力，各位你都来去做。所以吼，其实你咱排一个 schedule， 咱英文叫做 schedule， 就是你的行程啊。我今年要学啥，我明年要学啥，我后年要学啥，一项一项慢慢学。第五，学习管理，用一寡工具合作你啥，把这代志慢慢学。有一个第二，叫做自我成长，叫做学习啦吼。时间的关系啦吼，我。今天就出个到这里，那不耽误我们等一下课程的进行，给大家带来个彻底观哈。那后学哈，这个题目是在一两个礼拜之内浓缩出来的，后学还有后学，所以内容上有很多不足，希望我们点团师哦，顾先生还有点团师还有我们浅显都给后学指正。那后学能够跟咱点团师分享，哎，东西赶快，不关我话公要多办。不管何个做内容都歹，咱所有同事一个心拢共款，希望对咱受到难得有所帮助。我咧讲个时阵，然后举一寡个讲出个建议，有伤害到各位前辈、各位前辈，请原谅我。我是无心的啦，咱是咧互相鼓励，大家互相成长，总是希望咱两公会当登记第一天，大家相聚一起。不要耽误我们这一生了哈。那时间到刚好到这里，那后学就简单报告到这里。那，感谢各位学姐了哈。那希望有机会我们大家哈共同来努力。那后学要邀请各位哈，因为头发哈不喜欢，还是喜欢哈往国外跑，因为有一个关哈，你不必要为难。后学也鼓励各位学姐，你若感觉台湾人太多，我无法好投。你就配合我们点团师，你就配合我们点团师往国外开荒去计划。各位前辈，唔免随着讲，但是你爱起步开始计划，按部就班慢慢来做，一切会把咱的点团师哦，简简单排。那后续今天简单报告到这里了哦，那不耽误，感谢各位前辈了哦。感谢李讲师慈悲，前道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。那再次主义的那个江家刚才李讲师的一句前言，以现在的感慨，甲请现在的时间，现在咱伫那个江乡。